现点现炒的夜市蒙古烤肉，因为利润低，前置作业非常的繁复，现在几乎没有人想做了。有夜市蒙古烤肉南霸天之称的罗振荣，他虽然呢没有固定的店面，不过客人呢总是追着他的摊位跑。主菜有牛羊鸡猪可以选择，将近有20多种配菜，通通都随你夹。翻烫呢还可以免费续 ，CP 值是非常的高。老板呢他会用长长的竹板刷刷刷的在铁板上来回的翻炒，香气四溢，大口吃下呢是非常的满足。很多人只要吃过一次，就会像着了魔一般疯狂爱上。铁盘上豪迈的倒入大把青菜，再搭配一份肉，只见老板罗振荣快速的挥舞着长筷，瞬间烟雾弥漫，香气四溢。好快哦！哎，不能炒太慢啊，炒太慢菜会老掉，因为它温度很高啊。温度太高，你手不能太靠近啊，所以就是用筷子去把它拨，不然你用剪起在上面，你这里就烫伤了。礼拜一麻豆啊，礼拜二、礼拜五上花啊，礼拜四、礼拜天大午夜市。有南霸天之称的罗振荣，他的蒙古烤肉虽然没有固定的店面，但是只要吃过一次，就会像着了魔一般疯狂的爱上。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来吃，那就是味道啊，那口味真的超棒的。他的肉都很新鲜，然后像是菜的部分也很多样可以做选择，然后他的调料也调得很好。所以吃起来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什么菜都有，然后又有辣的，又有不辣的，这样子吃起来觉得还蛮顺口的。将近20种缤纷的菜色一字排开，各式青菜、豆皮、豆干任君挑选。只见客人不停地往碗里夹，仿佛在玩叠叠乐，一转眼就堆叠得跟一座小山一样高。如果两个人吃，平均一个人只要90块啊，也很划算。不过的话，我们都是补那个地瓜叶，地瓜叶比较营养比较好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的菜就是都超新鲜？都新鲜的啊，好像现宰的。现点现炒的夜市蒙古烤肉不仅价位低， CP 值相当的高，不过因为利润低，前置作业繁琐，所以几乎都没有人想做了。但罗振荣却把吃苦当吃补，20年如一日，为了让客人吃到最新鲜的菜，每天一大早还得亲自上市场买菜备料。哇，他抱菜的时间比抱老婆的时间还要长。我说你是怕天下人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你有多累吗？老板今天买的菜怎么样？今天还 OK， 还 OK，及格。对，买不好的话被我骂。每天开店之前，罗振荣就负责采买把关品质，而太太邱瑞珠就负责洗菜备料，是最好的得力助手。臭屁一点，做了20年了，还没有让客人吃到我的菜里面有沙。这就是你这么坚持的原因。对，坚持是有原因的，因为顾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要照顾客人，这样子生意才可以蒸蒸日上。经过长达6小时的切菜、洗菜、备料马拉松，总算可以一一将准备好的食材搬上车，运往夜市准备开始摆摊。不过采访这一天刚好遇上倾盆大雨，罗振荣笑说：“做吃的就是看天吃饭，就算天气不好，也必须风雨无阻。”今天做的都白做了，好险来这边看到太阳，有没有又松一口气？心情处豁然开朗。长筷子也很难控制哎。对，30、90公分长，那你可以拿长一点，拿短一点啊。嗯。自己看着办啊，看我动作都很硬。就是手，哎，阿颖拉到那边，你不敢再拉，因为怕菜会掉下去啊。你之前是会怎么样？也是差不多这么高下来，这盘子菜可以这样这么高，可以啊。
对啊，正常我们都要练到这样子啊。但是我现在老了，就是一直下来了。罗振荣手持长长的木筷，迅速的在铁锅上翻炒，动作就如同行云流水般顺畅。但你可能很难想象，30年前他原本是一名办公室的小职员，从来啊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创业当老板。家里生活不太过得去了，我那时候一个月家里开销要差不多9万，然后要再做一点别的啊，刚好他就是说啊，他在正在做这个，帮我来看看，就开始端盘子啊，啊端了2个月，我也没有学到什么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学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窍门什么啊。拥有了两个小孩之后，家里的开销变大，还好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因缘际会进入蒙古烤肉这一行。原本没有进过厨房的罗振荣，面对中年转业庞大的生活压力，他也只能弯下腰向年纪比他小6岁的师傅学习。啊，我觉得他很真啊，他想做啊，那我就好吧，那我们做看看。真的，一路走来也很辛苦，因为这种东西那时候不流行，你要推广，真的要一步一脚印啊，真的。凭着一股傻劲，罗振荣从门外汉开始学习，苦学了2个月之后，就开始在南台湾的夜市摆摊。不知不觉，这样一炒就过了20个年头，在南台湾的夜市版图里闯下一片天。大概1个礼拜或2个礼拜来一次。家蒙古烤肉的那个汁比较特别，真的跟别家比的话，当然能让你选的种类比较多，应该比较新鲜。重点它的汤也好喝，它是用柴鱼汤，对，很多这边的人都会喝它的汤啊，量多啊，就是物美价廉。尽管必须像游牧民族一般到处奔波，但罗振荣说，一家人能够共同在这一块小小的摊位上一起努力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，都愿意一起挺过去。你要是你甘愿，甘愿你就会觉得很轻松。觉得说我不一定要为你们付出那么多，你就会觉得很累。你甘愿为他们付出？累是一定累啊，为了生活啊，你就想说为了生活。这些小孩子怎么办？有工作做总比没有工作做好。一路走来，日子过得虽然辛苦，但却很充实。罗振荣一家人靠着真材实料和脚踏实地的努力，用爱跟汗水谱出美味的幸福乐章。